好，今集安多人新手上路，就教大家将格仔柜或者层板装上墙的方法。今集所需要的工具有 mark 位的时候要间尺、marker 皱纹纸，上墙的时候有五分螺丝、L 码、油压钻、寸耳螺丝、绿色胶质和锤仔，最尾亦都当然要我哋电批和戒刀啦。将个格仔柜或者层板装上墙就系咁简单啦，下一集就教你点样收口。